就是中级训练场，有给他们遮风避雨的机设，那也给他们这个空旷地方练习野外，然后草都给他们清光，然后再来就训练他们吃草。我们中级就开始训练了，让他们吃草，很喜欢吃草，所以放到。这批的土鸡啊，放到方山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草吃光。这个是几个鸡场，中鸡训练场。跟大家看一个奇景，你看这只鸡以为，我们以为这只鸡是死在那里一动都不动，结果它翅膀展开那里，在享受日光浴。一动也不动，这是我们的鸡特殊的地方，真的不一动不动啊，躺在那里以为它死了。其他的中级训练场，特别的安肝生鱼片啊、你看一个头烤的或煮汤，鱼肚清蒸，鱼骨煮汤，加上生鱼片啊、真空包装，急速冷冻生鱼片，解冻就可以吃了啊、这一个也到1000上下就有了啊、现钓回来昂肝，放血了以后回来处理，马上真空包装啊、这个轮切的，来头下巴，加上八包的真空包装的轮切的鱼块，好，整只这样子，赶快来启德鸡场品尝最新鲜最好吃的昂肝鸡。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2斤多的昂肝鱼片、那个这个鱼片清蒸，整片清蒸或者是红烧、鱼头跟鱼骨、煮汤都用烤的、非常好的，700块就可以品尝到这么好吃的新鲜船钓有放血的昂肝。